我们今天来继续我们的问答卷，走吧。还你吗？这已经到气了，这个还在意。好吧，我们把这座玩上去吧，走吧。呀，我已经忘记他的卡包了。呀，你卡包是什么？等一下。嗨，哦有，小鸡为主啊。OK， 那就这样子吧 ，Let's go。那安哦，这个吧。更多的炮塔，再炮塔，再羊驼，这个，拜。不知道会不会有神卡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兔子。我觉得拿这个不错，召唤兔兔这个吧。OK， 然后丢这一个。然后再兔兔，再这一个，然后再这一个，再这一张，再这一张，再兔兔，这一个，再这一个，啊，他死去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吧。好多羊驼，野生的羊驼出现啦！再走这一边，然后之后我们要升级一下那个羊驼卡，不然羊驼卡不没有升级的话，感觉怪怪的。丢萝卜，这一张，这一个，再找羊驼，再这一个，丢这一张。在羊驼、兔子，在这一个，在羊驼啊，不用给他死，拜拜。各种羊驼，一堆羊驼，一堆羊驼好了。天啊，我变成羊驼队伍了，样子的话，先把这个弄上去先 ，OK。野生的羊驼来了！呀，蘑菇什么效果啊？哦，座椅牌这样会升级。问题我到现在好像都还没看到座椅牌。我们来升级四只兔子好了。吃一样都到了，等一下死了，差不多。再羊驼。好，走吧。先兔子加上野生羊驼 ，OK， 我没打过这一只哎，感觉它好恐怖哦。它是看我在哪里，还是要往哪里射击？是不是？那我放这里好了。行 ，OK。好，那我再放一只在这里。哇塞，还那一直线好可怕、啊！
被羊驼打死啦！拜拜。要死了吧？还没吗？好，我帮你们打一下，拜。奇怪，为什么还会打不死他？是中 bug 了吗？不然为什么我那一只东西好像不会打死的？我们再升上去。OK。我就给你们看什么叫羊驼军团。有没有羊驼军团？嗨，这种神奇羊驼军团，羊，我们放马好了。在羊驼，更多羊驼，再更多更多羊驼，拜拜，更多更多的羊驼，火力全开火种，不要吧，这边不拿吧，算了，跳过 ，OK。这一个吧，让我们再升级羊驼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加三了。跟你说，这场更好玩，都一样哎，那随便吧。这什么？无法使用，结束的时候会受两点伤害，那好吧。他东西无法使用，我能怎样？我只能被打。一坨的羊驼，更多的羊驼，更多羊妹妹，哎，没有，更多的兔子，更多的羊驼。更多的兔子，更多的羊驼，拜拜。你们懂什么叫做被羊驼霸凌吗？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自己是羊驼霸凌的那个现场。炮应该不用吧？这里随机升级啊，没有升级到羊驼，可恶！是羊驼啊。咒语牌开幕鸡蛋，黄鸡蛋，我觉得卡牌服务好了，移除牌组，帮我移除掉几日，其实移除掉多一张羊驼 OK 的，走吧。召唤，对他，对他造成五点以上的伤害，他会召唤，还会召唤那个什么怪物哎。好酷哦，又是这一种啊，第几次打这个，哇，这种射雷射的很恐怖耶，你就从这边过去 OK， 更多的羊驼，放这里吧，然后马，然后你在这里啊，我的羊驼，没事，更多的羊驼，你在这里，我们过来一点 ，OK， 好了，拜拜。没办法，他们每天都在欺负我这个羊驼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可以拿羊妹妹，应该 OK， 应该。
哪道建筑会直接升级？好像可以。这边我们再升级一下。OK。黄金蛋，好吧，这好像也只能拿了。这里，绵羊小屋，我每次看到绵羊小屋就觉得很酷，然后就有点想拿。好吧，我们拿绵羊小屋，还可以出售卡牌哦，我可以出售掉这一个哎、欸。哦，原来那个可以卖掉的，卖掉也好，好，走吧，我们要跟帅哥美女打架了。这样放好了，哎呦，这边我们就放这一个，加上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，先丢黄金蛋，这一个 ，OK， 这一个，然后小鸡加羊驼，这边我们先丢掉这一个，然后野生羊驼，这个先丢。喵喵喵，这一个，这一张，这一张。天啊，完全被羊驼霸凌哎！现在，欢迎来到霸凌现场。哈斯，我在打什么？召唤四只兔子回复 HP， 好像不错。但技能全部还好，算了吧。和一个手拟遗物，加两张伤口，每回合开始需要复制20块，不然的话失去最佳抽牌。还有这样的吗？好吧，我们付钱吧，反正我们钱应该很多。都行，来，一开始就要付给他20块，有付了吗？哦，所以他是混乱中，所以我看不到我自己是有什么牌，是不是？这也太麻烦了吧！呀，这太麻烦了吧！我那张我什么牌啊？算了，我随便打好了。我好讨厌这一个！你看，他看不到。哦哦，我终于丢到了！我羊驼，天啊，这混沌也太麻烦了吧！这是什么？哦哦哦，小妹妹 ，OK。哦哦，我牌全部翻开了 ，OK OK OK， 翻开就好多事情。这打还好了，每回要扣20，天哪，好贵啊！大有追加抽牌，所以我原谅他。这是什么？差不多了吧，快点哦 ！OK， 没事没事，还有钱。
超幻神智小鸡，这算了吧，跳过。那我们走文浩，我就剩雾吧。你给我蘑菇 ，OK， 可以。这不要，有污染就不想拿。那我再把它给升级上去。哇，200块没差啊。OK， 召唤许多小鸡。这是在讲，跟我比，跟我比，哇塞，这真是比食蟹动物比较多。我要靠你打的这一场。他会打这个吗？哦，会。OK， 他会打，只要他会打就跟我讲。我刚才在担心说他不会打。啊！哥，我为什么那个丢在前面？打，开始。然后再一只羊驼，再野生羊驼。OK。你有小鸡，我有羊驼，看谁比较强。大头羊驼，大羊驼，打这个霸凌现场，我帮打一下 ，OK， 叽叽，你是多久没看 Twitch 了？我不知道哎，自己就不要跳过，聊商店，卡牌服务，促售卡牌，这个拿去。没用到，嗯，好像没有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这里，随机抽钱三张中并，这个不用吧？还要我删卡？我觉得我卡不用删啊，我卡很好啊，有没有13只羊驼？对面加油！这什么游戏？欧文单卷啊！嗯，我觉得我们丢一个单卷。哦，有，然后再这一个。看这一个嘛，哦，看食蟹动物比较多的吗？这一次，我可以先打死一只，我觉得 ，OK， 然后再来，好，然后兔子，再来羊驼。加油哦！你们可以打败那一些羊驼。好 ，OK， 这里我们在丢羊驼。哎呦，好。我快听不到音乐啦！等一下，那音乐根本出不来啊！哦哦，我终于换到母鸡了，好感动！天哪，听不到了啦！哎，我还拿到成就哎，两个成就哎，我的天啊！可以哦，
我其实在玩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哦。十九分钟打完哦，我天，要快没哭哭了哦。